感觉我也可以呢，感觉这个舞蹈我也行嘞，练一下应该是可以的。可以抓哎，雷克萨有飞身的，亚索也是。等一下，满勇是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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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不是好卡钱呐，是不是要全卖了呀？铲子能干嘛？炒菜呗。等等，去做个什么骑手皇冠转。有时候我感觉我被锅铲影响太大的，就是锅铲开局就很想要做一些特别的转职，但是我觉得，没必要这样，这样很累。有啊，就放中间啊，中间两三排吧。不是棋盘中间，是这两三排，这两个中间。昨天我拿到也不是怎么会用，还好被观众们教导了一波。哇，我这样会不会太？我这样的话有这个有经验，这个也有经验，我他妈速九啊这一把 ，fast nine 啊兄弟们，选秀来一个铲子戴安娜，好不好？铲子戴安娜，铲子戴安娜，英雄复制器有没有？哇，全套戴安娜 ，OK 也行也行，真的行吗？感觉不是很行啊。但是我觉得，我们与其要贪嘛，就贪到底了吧，冲啊！速九速九，这是会不会超烂的？感觉不能速九哎，速八吧，就八等就抽了，还跟你速九了，看八等抽完再上九呗，头都被打烂了。被断连败还好吧，现在其实被断五连败没那么伤，因为现在你要多一点钱是要六连败才有三块，你这边被断最多就是亏四块吧，应该差不多，还是亏两块还是四块，随便，不重要，保点血还比较重要。对啊，如果刚刚五连败，我现在都应该剩65滴、64滴左右，这样看起来还更不舒服。我现在70多，少亏一点钱还行吧。
装备给谁带啊？合两个闲者转，闲者转是能合的吗？我好像印象中是没得合的呀。干，这个野怪关都可以哦，好像是可以耶。这东西我刚刚野怪关好像有吃到哎。不知道黑叔给谁带呀、啊？黑叔，给奶妈带吧，奶妈有一只在后面。全套可以敲掉。大剑物防也行，哇，奶妈空大，摩甘娜该来了吧。哇，完了，我塞勒斯身上的装备长这样啊，哎呀，尴尬了呀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，主播要老八了，再见了各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一个钻一东八，不是钻一东八，是钻石东八。希望我可以在八等抽到一张猴子，谢谢发牌员。其实八等抽到一张猴子很优势哎，我可以直接开四弦，然后可以帮他做那些物理伤害的装备。哇，这么急呀、啊！那没办法了呀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，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呀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哇，那我八等有猴子的话，直接五弦呢，直接五弦呢。这么闲哦，哈哈，闲憨憨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野怪关是不是也算。我们现在37嘛，那就是1234四个战斗开始嘛，看一下37有没有高。42，哇，
结束的时候会再多一个经验，对不对？哇！结束的时候没有哦，那我懂了，我懂得那个规律了。banana 猴子呢？答应过我的呢？啊，又骗我！那两星了，第一张念一张呗，好吧。啊，飞身要不要拆啊？飞身，哎，念了吧，念了吧，念了吧。我在想飞身要不要拆啊？飞身。但其实也没道理不拆啊，这雷克萨跟亚索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何德何能在我的版面上面出现啊？但是其实也可以不用拆，我好像很猛。迪尔应该是没机会上无敌了，我上去要是找猴子跟瑞空，这些真滚一滚吧。哇，真的是速九哎 ，fast nine 兄弟们，我现在每一波加的经验是4+2，六经验，然后再加这一坨大便，战斗开始获得一经验，哦，1+4，5+2+1，180经验，应该是8经验吧，应该没算错。对吧，他首先开始战斗会给你一经验嘛，然后位于中间非重复的我有四个贤者，就是1+4 1+4 5 5+，哎，那好像是哦，再加被动两经验，再加那坨大便，对，八经验，嗯，这样算是对的。然后我上九的话可以把亚索卖了补一个赫威，因为赫威也是那个，那就是加罗不用了嘛，然后摩甘娜不用，雷文不用，加里尔不用，戴安娜两了吗？二了，戴安娜也不用，伊尔也不用。好，这三张五费来哪一张再换哪一张。现在的问题是前排太软了，前排。我们的咖喱腰没有装备，这咖喱腰没装备有点尴尬。Oh no， 天晴，为什么是你？哎呀，那个蚊子不要再飞来飞去，真的是。打死一只还有第二只怎样，他妈的，哦，干，前排扛不住，后排烫不赢耶，这个阵容感觉前排要好硬哦。我的家里要太软了，没装备。齐天大圣，五贤，
先别急，搞不好这个要做防装。这样我上九要补个赫威或者是牙灵。飞身怎么开啊？这飞身，哎呦，感觉先不管飞身了，我管你妈飞身了，还管你飞身呢？等一下了啦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无敌尔两星在这边呢、啊？我不要无敌尔啊！哎，其实飞身是伤害，飞身是强的，只是我现在要怎么样可以开飞身呢、啊？等一下，有人要走吗？走一个可以开飞身的，九等飞身很强，加十几发伤害。猴子饿了吗？要找个猴子。瑞空也行、嗯、很经典，上九没有五费卡。靠腰抽来抽去的这几张，算了，其实我们也不要被这个飞身绑得太死，有时候硬组一些飞身效果可能会更差，有点反效果，还是按照场面上的质量再决定好了。我不可能两星无敌而不用的吧，对不对？头不能那么铁，不能老是抱着那个飞身打手枪。哦，完整道具挺好，来个偷偷无敌尔，没有偷偷，鬼书不用，降智欲不用。冰甲可以，冰甲可以给他，也是可以给他，这两个就不要了吧。二，上十，上个锤子啊！我有个尼可帮还上十，赶紧把这两张五费滴一滴捏一捏算了，还上十，上你个大头鬼！两星无敌也不配拿装，不是、啊、那个冰甲给他也没用啊，这冰甲给无敌也有屌用啊，还不如给家里要赶紧全场嘲讽啊。帮猴子做装备吧，银雪正义、银雪夜色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副 C 啊，然后拜托 OK。齐天大圣是我，装甲猴，哦干，等一下，那个蚊子在我萤幕上面，等一下，我准备一套把它秒杀。三，哦干，要飞走了啊！哇，这一只蚊子好聪明，等我一下，死了，nice。
太扯了，又被我打死了，兄弟们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遗体。干你娘鸡掰，天天在我房间飞来飞去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遗体。呜呼，妈的，手掌那个心，哦呀呀，哎呀哎呀，哎呀咬我，干你娘的，咬我，翘鸡掰，举手。不是你们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你们可能觉得我打死这两只蚊子很残忍，但是你们有想过这两个礼拜我被他们两个折磨得多惨呢？每天睡醒那个脖子啊，手手脚脚都多两三口大钉的，超痛的，妈的！那该死的蚊子干！三飞身不开了呀！我如果开三飞身会降质量，我要下这一只，我要下这一只上赫威加雅琳，这看起来不像个憨憨的嘛？没搬过去，刀妹才是 Villa 吧？原来，哇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，刀妹！四龙帝有没有上的必要？有吧？全场晕眩，怎么可能不上四龙帝？那这次放我的位，我看能不能直接猴子跟乌迪尔直接上去把他撞死。哦，对，贤者不用摆中间，确实，但是这边没办法再操作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猴子进去！啊，猴子，烫死他！刀妹烫死了，剩下两个。哎呀，哇！星海哥哥怎么这么强，打不死啊，星海哥哥。只是少了一个装备呀、啊，泰坦吧，少了一个装备，泰坦无敌还是泰坦猴啊？你们觉得呢？先摆位，先摆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咱们先正常摆位。有没有一个能赢的方法？这个刀妹很难处理耶，她是七仙灵啊，七仙灵最终形态。无敌儿，你是神吗？嘣嘣嘣嘣 ，roar ro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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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ar， 咬他！嘣嘣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哇操！原来是你呀、啊，兄弟，你才是最后一块拼图啊！那我感觉要不要帮乌迪尔开个强健猛兽啊？三龙帝有用吗？你们觉得？不对呀、啊，三龙帝全场控场也不能卖。哎呀，很难。都是 Will 拉吧？哎呀 ，OK， 对位对位，别怕别怕。采取一个敌不动我不动的战术。哎，那我感觉摩甘娜应该要站在角落，不应该站这个位置。站这个位置有时候会容易暴毙。哦，发疯啦！爸爸发飙啦！你还没死？哎呦，很难打呢。
欸，我可以飞耶，要飞吗？我可以下针啊，扎这一只，然后飞身，加14%伤害。可是我刚刚赢嘞，可是我刚刚赢没必要，我刚刚赢了，我刚刚赢了不可能换的呀，我赢了为什么要换了？不可能换的呀。红钱冇喐啊！屌你老尾，换你老尾咩？换收皮啦！屌唔捻换啊，含捻啦 ！Shut the fuck up！ 输了再换，好，下一把再换。星海，还得是你啊，星海。